不要再抵抗了，乖乖回宫。现在还不能暴露实力。哦，有人打架，江湖仇杀，我的乖乖。哦，大美女，哎，咋跳崖了？司马曼，走，我们绕到崖底看看。可惜了一位大美人。庚子将亡啊，那群人一定还会回来。来，不如我先跟这人一起走，省得路上无聊。毕竟还没有男人能抵挡得了本王。走。怎么这么皮？我公子，小生要进京赶考，不想却冲撞了姑娘。谢公子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无家可归，今后就跟着公子吧。这不合适吧？我是个女的呀。哇，探花好好看啊，比状元郎还俊俏呢。不错，中了探花，恕不是恰巧发现，本王还以为自己弯了。啊，公子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宰相要我给他做女婿，可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你若是男子该多好。我不会让你娶别人的。还有，哎，这就是了。既然你都说喜欢我了，那我就只能速去准备明日成亲。是，明日便让天下人知道我才是你的男人。其实我是女子，我们不能成亲。我知道。我要弯了。不是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看仔细，我是男是女？男的？我一直以为我弯了。我心愿你很久了。我也是。等等。放心，我一定会红装势力来迎娶你。今日我睡书房，燕儿，我来接你了。北明景泰帝恭御继位，册封孟福言为皇后，同时下令空置六宫。啊，累死我了！都怪你，非要做什么皇帝？是是是，都怪我。皇后看在我潜在后宫的份上，就奖励我一下吧。奖励就是第二次洞房花烛，不睡书房。